欢迎你和我们共度好消息时间，看好戏，祝福你有美好的人生。前两天有一天坐计程车赶去办事，在那路上，哎，到了一个路段，那个路段平常都不塞车的，不晓得为什么，也不是一个那个交通尖峰的时间，突然就塞车，塞得好厉害，都不能动，大家就赶时间，然后我看每个车子都在那里很急，有人按喇叭什么。我们就问的司机，哎，我说为什么这个地方会突然有这样的状况？哎，是不是前面有车祸还是什么？那个司机就从那个后照镜看我一样说，都是那些爸爸妈妈啦。哦，原来放学的时间，一堆车子塞在那个学校的门口，然后车子就路就很窄呀，啊，其他车就只好慢慢过去。然后那个司机就在骂说：“你看现在这些爸妈把小孩宠成什么样，每一个还要去接。”然后真的哦，在那个校门口就看到说，那个很多爸妈不但接小孩，而且还书包就接过来了，那个水壶拿过来了，然后小孩就在前面走，爸妈就后面跟书童一样。那个司机就在那边骂：“你看这些爸妈这样照顾小孩。”我都不敢回答。因为我也常干这种事啊，我也是那个回去帮小孩背书包的。但是想想真的耶，那个司机就说，我们以前怎么长大的，为什么现在小孩要这样。其实我也在想，很多时候父母亲真的，我想我们做父母会想，我真的很爱孩子，我希望给他最好的，但是这样子的一些爱和保护对孩子而言真的是最好的吗？我们来看戏。台中，哦，没关系啦，那我下次再找他好了。燕如啊，来，该喝小麦草汁了，赶快趁早喝，要不然营养会流失哦。小麦草汁是不能放久的，放久了营养就变少了。我不喝了，要喝你自己喝。怎么啦？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没有发烧啊？你有没有喉咙痛？没有啦，妈，你不要每次都那么紧张好不好？到底怎么回事嘛？是不是刚刚那通电话？到底谁打电话来？燕如，你不要管人家怎么说嘛，你要知道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女儿，你在担心？我不是，我才不是，我是一个病人，是一个病人。没有人喜欢跟我在一起的羊癫疯。燕如，燕如，哎，还在生妈妈气啊？对不起啦，我不是在生你的气，是我刚刚打电话给刘美华，要找她去看电影。她不肯陪你去哦？哎，你们两个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她和妈妈说，她和表哥他们去台中，可是我们说好的啊。那妈陪你去啊。哈？哦，你已经不要妈了？不是啦，要是被别人看到我跟妈妈去看电影，一定会被亏死。那你就再找其他的朋友去啊。我又没有别的朋友。怎么会呢？你以前不是跟我提过你有一些很好的其他的同学啊？不要，每次跟他们出去，他们都笑我是温室里的花朵，又笑我很胆小，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，反正我没有朋友，没有人喜欢跟我做朋友了。你怎么这样说呢？你看你成绩又好，人长得又漂亮。你不要每次都这么说好不好？我又不是白痴，别人对我好都是因为不敢惹我，怕我突然倒在他们面前。我根本就是个有病的人。不会啦，你怎么会是个病人呢？你看你现在不是好得很吗？而且医生说你的病只要按时吃药就不会有问题的。那你为什么那么紧张？每天要我吃那个营养品，吃这个营养品，我不能玩水，不能吃冰，不
能跑步，不能晒太阳，我不能够去同学家住，我不能去跳舞，我什么都不能。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太紧张了，不过如果我女儿今天有这样的问题，我大概也会跟你一样。哎，最近她应该是好多了吧？因为我好久都没有听你说她有什么状况了。她最近是好了一点，可是我就要更小心啊，我不能再让她受半点刺激，而且也不能让她生病啊。啊，那不是太累了？这样子她根本一点免疫力都没有了吗？怎么，难不成你要保护她一辈子吗？只要我能，这是我的责任。错，你的责任是要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人。哎，你不懂了。啊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。哎，哎，你们今天都已经快中午了，你们还在忙啊？啊，艾萍，下午要跟同学去海边，我们正在准备吃的。哎，又是一个酵母，我啊，我是不懂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还不肯放手。孙阿姨，孙阿姨，燕如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芙蓉？艾萍，自己去就好了。不要找燕如啦。为什么？可是人家燕如她很想去啊，为什么她不能去？孙阿姨，我们又不是去游泳，我们只是去玩一玩而已啊。好啦，就一次就好嘛，我一定好好照顾燕如的。艾萍，燕如的身体跟你不太一样，她不能碰水的。谁说我不能碰水？医生都没有这么说。而且医生说，又不是每个癫癫的人都不能碰水。可是我们不能冒险啊！我要冒险，我不要像小鸟一样每天都关在笼子里一样。我要冒险，就是死了我也甘愿。天如，哎，这是吃的，赶快拿走吧。不要啊，那里又不是没有卖吃的，这么一大包，重死我。好了好了，赶快走吧。哦，燕如，我先走了。妈，艾萍，对不起啊，燕如不能陪你出去玩。这样好了，宋文阿姨出钱，请你们去看电影好了。艾萍，你陪燕如去看电影好不好？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燕如，燕如。燕如，艾萍，看你女儿的福。怎么办？万一他发病的时候跌倒撞到东西，没有人在旁边帮助他，
万一他遇到坏人，万一他遇到色情狂，天哪，我要怎么办啊？哎，从中午到香都没吃，我怎么吃得下？哎，家人叫我跟你讲啊，他先回去煮饭，晚点再过来帮你找。怎么找？那根本就是大海捞针嘛！你不要这么担心啦，他都已经17岁了，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他不会怎么样的啦。这个孩子。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也没对他说什么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慧心，你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很烂、很不上道的妈妈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是一个好妈妈，至少比我妈好多了。啊？我妈妈呢，是那一种玫瑰有刺型的妈妈。我记得有一次，那个时候好像是我在考高中的时候吧。哇，每天晚上念书，念得都快要死了。可你知道吗？我还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到了晚上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同学的父母苦巴巴地守在门口，想要等他的孩子来拿便当，而我呢，也苦巴巴地守在门口，等着，盼望着我的妈妈能够记得我吃饭，帮我来送便当。可是啊，他每次只要一打了牌，他就忘了我要吃饭的事。而你至少不会忘吧？其实我妈就是这样子啊，她比较在乎的是她自己。我承认有一段时间我很不喜欢他，所以呢，考高中的时候我就故意选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学校去读，好逃离这个家。可是我记得上次你妈来台北的时候，你们母女两个打打闹闹，好像姐妹一样，你们之间一点距离都没有啊。因为我妈本来就是那种个性的人啊。哎，你想想，一个连自己女儿晚饭都会忘了做的人，她一定是一个很爱自己的女人嘛。可是呢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其实如果你的父母很爱自己的话，那是很幸福的，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然后也给你很大的空间。不过以前我是不会给你这种空间的，但长大以后呢，我发现我的个性里面比别人多了一份独立跟自在，其实都是来自于我父母的真洁毕节。尤其啊，我现在看到一些我朋友的父母，早一通电话，晚一通电话，结婚呢怕他离婚，没结婚呢担心他嫁不掉。我真庆幸啊，我妈每一见到我，只会拉着我上网打遍。我知道燕如，因为她的健康跟别人比较不一样，你会特别担心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她因为这个病，她要承受的压力，不只是来自于你，
和他自己的，和他朋友的。而且我真的觉得，你可以成为一个他可以疏解压力的软枕头，而不是一个另外再放上去的大石头。你想，他从小与这种病为伍，他当然知道这种病的痛苦，他怎么会故意把自己陷在这种危险跟尴尬里呢？他会保护他自己的，你真的应该学习要放手。燕如，燕如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好，妈现在就回来。她回家了？她去哪了？小女孩跑去淡水去了。淡水啊！你不让他去玩水，就他跑去看海了，漂亮，我欣赏。哎，你这什么话？哎，他是运气好，没有出事情，这种事你也鼓励，你不晓得刚刚害得我们有多惨呐、啊！他如果出了什么事情，我们要付上多大代价？我是说，我欣赏他，懂得回家。来点酱油。不要。黑醋好不好？不要。嗯。麻油怎么样？不要了。看这出戏的时候，我自己心里面很多感慨，我也在很多反省。因为就好像刚前面说的，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很父亲，是一个很神经质的，很担心孩子的，怕他们会不会出状况啊什么。那所以就会觉得很忧心，尤其是像素文，如果他的孩子有生病，那做父母的当然就特别担心，特别的保护，因为爱嘛，爱就会在乎。爱就会保护，爱就不放心。那可是这样子的爱对孩子在他的生命当中到底带来些什么呢？特别是这段时间里面，媒体开放之后，常常看见其实有这么多的一些电视台，有那么多的一些新闻台，在这么多新闻台当中，每一天你看到不停的报新闻，那有这么大的量，所以就看见那个记者们就要拼命的去跑新闻，然后就很多。也许啊，我在想，以前只有三台的时候，新闻时段就那几个，所以不会有这么多的社会新闻。那今天有24小时在报新闻，所以要塞一堆的新闻进去，好多的社会新闻。那这些社会新闻，其实真的让人看的是很触目惊心的。哇，哪个小孩子又被绑架了？哪个孩子又被车撞？哪个孩子出事？那些事情看多了之后，我想对父母亲而言，真的就很忧心说，说怎么办呢、啊？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，怎么办啊？那到底应该怎么保护他们呢？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心肝宝贝，每一个女儿都是掌上明珠，每一个儿子都是哇，你心里面的那块肉，每一个父母亲都是这样。那怎么办呢？我自己心里在想说，我也在想，对我的孩子而言，我的爱和我的照顾会不会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呢？可是尽管如此，诚实的说，就算多给你点压力，我还是要保护你，因为我怕万一嘛，万一出了事，那真的是终身的遗憾。我跟
我的妻子、七妹师母，我们两人个性其实很不一样。我是从神经质的人，所以常常都是我在那里紧张。然后呢，七妹师母就每次跟我讲说：“你不要这样神经质，你这样弄到小孩很紧张，不但你自己紧张，弄得孩子也紧张。”我也知道，可是就是不放心嘛。那我心里面常常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，说：“你不要哪天出事你就后悔，哪天出事你就后悔。”当然不希望出事嘛，可是会怕呀，会担心啊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女儿这么可爱，万一哪一天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？我的儿子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？我相信对很多的父母而言，我们都在两难当中，你觉得很需要智慧，知道我们都了解，把孩子抓在手上抓太紧了把他闷，放松了又怕他飞，好像一只小鸟在手上一样，抓太紧了闷，放松了飞掉了。可是我到底怎么样去揣摩用多松多紧对我的孩子才是真正最好呢？不知道啊，真的很需要智慧。我还是要说，成为基督徒真好。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对像我这样一个神经质的父亲，我常常在学习说，主耶稣，你教我怎么样做正确的决定，不要让我的爱对孩子好像这一集的戏一样成为一个窒息的爱，因为很爱他，把他抓在手上却让孩子觉得我没有办法呼吸了。戏里面有一段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你记得吗？当这个做妈妈的人非常忧心很绝望地站在那个店里面，说我找不到他，我找不到女儿，因为生气离家出走了。这个妈妈说我找不到他，我找不到他，我这么爱他，他竟然还离家出走，他还生我的气。那个做阿姨的在旁边，你还记得那个做阿姨的慧心在旁边说，我的妈妈，她说我妈妈是那种一上了牌桌打牌连我吃饭她都会忘了。她说我小的时候在学校常常等别人妈妈来送便当，别人妈妈都来了我妈没来，我知道哦她又去打牌了。她说我小时候也很生气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妈妈，都不管我。可是他说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哦，因为我妈妈是这样子的一个女人，是这样子的一个妈妈，所以他说两点：第一，我学习很独立，我非常独立，我必须自己处理自己，我很小就要学习自己处理的自己的事情，我独立。第二，我有很大的空间，父母亲给我很大的空间，因为他不管我，我很自由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真的都是有两面的。所以我也学习怎么样在我的人生当中让我可以更放手，让我的孩子，我学习做一个称职的父亲，在该放手的时候要放手。但是一边放手一边是非常非常不放心啊。放手很容易，不管就是了嘛，但是放心很难，手可以放，心放不下来，怎么办呢？我想有一些电视机前有一些父亲会跟我一样，有一些父母亲跟我一样觉得我就是不放心嘛。我还是说成为基督徒真的很好。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享受一件事，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可以把我的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。我没有办法成为我孩子的守护，因为就算我再努力，有非常多的变数是连我这个做父亲的我也掌握不了。我天天送他上学，可他在学校八个小时我没有办法，我不可能八个小时天天都在他旁边，我不可能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守护在他旁边。那会不会就万一呢？什么叫万一呢？就是你一万次都守在旁边，有一次走开出事了，这叫万一啊。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。但是我经验一件事，把我的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万无一失。我照顾我的孩子总有万一的时候，但是把我的孩子交在上帝的手中万无一失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，他无所不在，他有能力替你替我照顾我们的孩子。做孩子的守望者吧，每一天为他们祷告，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祝福你，也祝福你的孩子。一起来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我越来越放心。主，很诚实的说，常常看新闻看整个社会是越来越不放心，
但是每次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我就相信你的恩典够我用，不但够我用，够我全家用，够我的孩子来使用。成为一个基督徒真好，享受在你的祝福里面。奉主的名祝福很多的观众朋友，我们一同享受在上帝的祝福里面，得着智慧，懂得把孩子交在你的手中，经历你那个万无一失的爱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我鼓励你打电话给我们。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个忧心的父母亲，然后你也觉得真的，我就算一万次站在我的孩子旁边，总有一次会走开，会不会那一次就出事了呢？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忧心的父母亲，鼓励你来认识耶稣基督，认识这位全能全知的神，把你的孩子带到他的手中，你会惊艳那个万无一失的爱。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陪你，我们向你介绍这一位恩典的主。求主施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一同惊艳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。谢谢你和我们今天共度这一段时间，上帝祝福你，祝福你在你的人生当中经验万无一失的爱。等你打电话给我们，上帝的祝福不但临到你身上，临到你的全家。